的枪霜，今天我推荐的书叫米奇卡。米奇卡是一只玩具熊，它的主人叫伊丽莎白。它一生气的时候就会把玩具乱摔，所以米奇卡就决定离家出走。然后米奇卡在森林里面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然后米奇卡就遇到了驯鹿，驯鹿问米奇卡要不要帮他一个忙。然后米奇卡就答应驯鹿派发圣诞礼物。然后他们到了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家门口，米奇卡对驯鹿说：驯鹿驯鹿，你的袋子里空了。然后米奇卡决定把自己当成生病小男孩的圣诞礼物。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叫我们有爱心。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!